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校长潘维大。首先恭喜各位学弟妹完成了在东吴的学习，即将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也要祝福大家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。2020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在世人毫无准备之下，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来袭，并且扩散蔓延，至今未退。也因此，这个学期大家只能暂时留在大陆、香港和澳门，无法回到熟悉的东吴校园学习课程。在凤凰花开的毕业季，也无法和老师、同学以及自己好好的说再见。这种深切的遗憾，我们感同身受。然而，反思这场疫情，也带给了我们全新的体悟，那就是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所有的理所当然都可能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。如何预测转变、快速应变，将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新课题。几年前，各位跨海来到台湾，并且选择建校百年的东吴作为人生重要的奠基石，而东吴大学也始终秉持着养天地正气、法古今完人以及五育并重的办学理念，兢兢业业地培育东吴学子，成为兼具专业与宏观的社会中间人才。如今各位修业期满，将各自再从家乡重新出发，我深信各位学弟妹已充分准备接受各方挑战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，未来无论是就业或深造，都将大放异彩。进了东吴门就是一家人，东吴遍及海内外的130,000校友都是各位最强的后援。我诚心邀请大家加入所在地的校友会，让我们一起走遍天下，心系东吴。再次恭喜大家学成毕业，诚挚的祝福此刻在大陆、香港和澳门的学弟妹们健康平安，前程似锦。期待金秋十月，我们在东吴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典礼上欢喜相聚。